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Pot. Mandarin on your terms. I'm Jenny, and today our dear friend John. Hey, everybody. You're here to talk about cooking. Yeah, my specialty. 对，而且今天我们是一个中级的课程。那我想这样更在行的是中级或者更高级的中文，而不是真的烧饭、烧菜，对不对？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但是又比较简单的烧菜的时候的词汇。对吧？那么我们一开始呢，就要先来跟大家预习几个重要的词汇。Okay, which ones shall we review? 那我第一个就说今天的主题好了。好的。鸡翅。啊。鸡翅。So that's chicken wings. 对，那第一个就这两个字都很清楚了嘛。第一个鸡就是那个动物，然后翅就是翅膀，对吧？好，那第二个讲的一个词呢，是一个烧菜用的一个器具，叫做微波炉。微波炉。啊，这个词其实很好理解，对吧？嗯，对。微就是 micro， 对，波 wave， 然后炉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炉 is stove， I guess， 对对对 ，not really oven， but anyway， it's easy to understand。对，在中文里面呢，就是微波炉。So that's first, second。对，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好笑的，在中国大陆嘛，我们用动词，比如说你把一个东西去微波一下，我们经常说你去转一下。Because it's turning around in the microwave oven, right? 对，所以这个动词你就可以说我把什么食物去转一下，那人家就会懂你是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去。So everyone get that, 转 means turn, but 对对对 it refers to something turning around in the microwave oven.非常正确。然后在香港呢，他们说叮一下，他们不说转，他们说叮，因为叮是那个你食物好了以后微波炉会发出叮的一声嘛，对吗？The famous microwave oven ding. Actually, my DVD player also makes that ding. It's kind of funny. 下次你可以也那样用。好，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先分享的词呢，叫做解冻。解冻。Okay, so 解 is like break up, and 冻 is like the frozen stuff, right? 对对对。So it means defrost. 对，就是解冻。So third and fourth tones, right? 很正确。好了，那今天大家听了这三个词，就应该可以猜到我们所讲的内容了。我们赶快听一下今天的对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会儿我打算烤鸡翅给你吃，你有口福了。真的吗？太好了！烤鸡翅要怎么做？很简单，不过比较费时间。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好的。先要把鸡翅解冻吗？对，先用微波炉将鸡翅解冻，然后把鸡翅放在一个大碗里，涂上烧烤酱，放好葱、姜、盐、鸡精，然后倒半碗酱油，将鸡翅浸泡两个小时。啊，还要浸泡两个小时啊，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呢。然后要做些什么？然后拿出来放在烤箱里烤20分钟就好了。其实一点也不麻烦的，放酱油里浸泡是为了将鸡翅腌制入味，吃起来更香。这样啊，那我们赶快开始动手吧。哎，好，这样今天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看了以后都会做的一道菜，对吧？那也许我也会做。而且你跟我说你是特别的会猜时间，一个东西需要我们中国可能说火候了，对吧？需要烧多久？那你觉得像鸡翅膀烤多少时间味道最好？在微波炉里面是吗？哎呀，你就没有好好看微波炉，我们先解冻，然后要放到烤箱里面烤。但是我没有烤箱啊。哦，哎，但是其实中国或者现在卖的很多微波炉都有一个烧烤的功能，也可以放在里面烤的，对吗？我的好像没有。
那你买的不够好，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重要的单词。那John，你先来选一个，选一个好一点的。第一句的那个口福。对，福嘛，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福气，对吧？好像就是说你很有好运气那种感觉，很幸福。那口福就是说在吃上面，你有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事情，这样。 So it's like good fortune for your mouth. 对，口福，有口福了。So the tones are third and second, right? 对，口福。好的，哎，还有。So usually we use this with 有口福。对，有口福或者没有口福。我们还有一个字啊，叫做眼福，大饱眼福，眼睛的眼。 所以就是说 eye candy, right? 对，你有眼福了，就这个意思。不错。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选一个呢，很简单的，但是经常用的，叫做费时间。费时间。So that 费 is 浪费的费, right? 对，浪费的费，但是这里呢，它并不是浪费的意思。这个费只是形容你需要挺长的时间。 So it doesn't mean waste time. It means takes up a lot of time. 对，费时间。So fei is fourth tone, right? 对。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我看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爱用的一种调味料，叫做鸡精。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 鸡精 So that's similar to 味精, right? 对，但是呢，这个比较健康，比较天然一点，就是说精啊，在这里的解释是精华的意思，把什么东西最好的部分取出来 Essence 对，然后就是说从鸡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 So chicken essence 对，然后它也是粉末状的 So it's similar to 味精, which is MSG 对，但是味精很不健康嘛，对吧？因为都是化学成分。那鸡精呢，它也是那样粉末状的，它是黄颜色的。所以现在好多中国的家庭或者饭店呢，都不用味精，而是用鸡精来调料。这样啊，明白了。接下来你来选两个，我觉得挺像的词，好不好？ 那how about 浸泡，and腌制。 这两个其实都是说要把食物放在其他的东西里面，让它就是说给它一些味道，对不对？ Kind of like marinate. 对，腌制就是你说的marinate. 那腌制呢，就是说你是为了让味道进去，对吧？腌制，然后浸泡呢，就是也不特指说要放在一种调味料里。 你什么东西都放在水里，放在液体里都可以说浸泡。有可能是 soak 的意思，是吧？ 对，就泡这个意思，是吧？ 对，是泡也是 soak 的意思。对。好，接下来呢，我看还有一个动词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动手。动手，那这个词我觉得有好多种那个用法或者解释。 动手，literally just move your hands. 对，但这里是表示开始劳动或者开始工作的意思，对吗？ Get your hands dirty 那种感觉。但是还有一个动手，好像用在人家就是说要去作案那种，你有没有发现？干坏事的时候。 是吗？对，我们人家是这个人动手。我不太做坏事。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有这种做坏事的意思，就是什么去动手，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去打劫啊，你要去什么，也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在里面。但是呢，放在像这样的这个场合里面使用，大家都知道你的意思是我们赶快开始烧饭，而不是说我们去打劫或者什么的。
I doubt our listeners are going to go use their Chinese to commit crimes. 应该是不需要啦。好，今天学到那么多重要的烧菜的词，因为我觉得从平时我们网上的一些互动来看，我们好多的听众也爱烧菜，对不对？嗯，好像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学到这样一些词，应该也挺有帮助的。那我们先再来听一遍对话，好不好？好，再来一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会儿我打算烤鸡翅给你吃，你有口福了。真的吗？太好了。烤鸡翅要怎么做？很简单，不过比较费时间，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好的。先要把鸡翅解冻吗？对，先用微波炉将鸡翅解冻，然后把鸡翅放在一个大碗里，涂上烧烤酱，放好葱、姜、盐、鸡精，然后倒半碗酱油，将鸡翅浸泡2小时。啊？还要浸泡2小时啊？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呢。然后要做些什么？然后拿出来放在烤箱里烤20分钟就好了啊。其实一点也不麻烦的。放酱油里浸泡是为了将鸡翅腌制入味，吃起来更香。这样啊，那我们赶快开始动手吧。好，这样我觉得我们最后可以把今天学的重要的词复习一下，好吗？好的。那今天我们烧的是什么东西呢？鸡翅。对对对，鸡翅。然后是把它放在什么里面解冻？Microwave, right? 对，就是微波炉。那我们还学到一个，就是一种调料，和味精差不多的，但是是叫做 chicken essence, 鸡精。对，然后还学到两个这个。Oh, wait, one is soak, right? 对对对。Soak 怎么说？浸泡。And another is marinate, 腌制，腌制。然后呢，还学到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那个叫做口福。有口福了。对，有口福。然后最后学到的一个动词，表示我们开始工作或者开始劳动，那个叫做动手。动手。嗯，如果你什么时候啊，在就跟中国人一起吃饭呢，你也可以说动筷子，就是说大家开始吃的意思，或者说开动，我先开动了，就是说我要开始吃了，这样。嗯，很有用啊。对，好啦，那希望大家也像我们两个今天这么享受这个课文，对吧？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当然我们明天还有更多的课要送给大家。And we're wishing your mouths good fortune. 嗯，大家有口福了。那今天先到这儿，再见。拜拜。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21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21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211.